好，接着是另外一位选手。我相信这一定是日积月累的练习，反复不断的练习哦。在场来宾，如果他们很厉害的话，一定要给我们掌声鼓励鼓励加尖叫哦，他们会表演得更起劲。 他要再一次他每次都这样子哦。我上次发现他也是故意的。加油！